各位弟兄姐妹，真的打开你的心，真的让你的灵活泼起来啊！虽然你坐在电脑前面，或者是你用手机、用平板，但是时空环境不能限制我们，因为主超越时空环境，主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很容易就能够遇见他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调整我们的心，来向我们的神欢呼赞美。我们一起来站立，来唱这首诗歌，好不好？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已战胜死亡权势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他已全然得胜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的能力覆盖全地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神的国度降临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已战胜死亡权势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他已全然得胜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的能力覆盖全地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神的国度降临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已战胜死亡权势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他已全然得胜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的能力覆盖全地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神的国度降临。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，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，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，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。主耶稣，他已战胜死亡权势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他已全然得胜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的能力覆盖全地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神的国度降临。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，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，欢呼宣告全能主掌权，欢呼宣告神国度降临。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已战胜死亡权势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他已全然得胜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他的能力覆盖全地。来欢呼赞美主耶稣，宣告神的国度降临。宣告神的国度降临，宣告神的国度降临。让我们用掌声，用颂赞，用我们的欢呼来欢迎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神，我们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的主啊！我们在会堂当中，我们的人不多，但是我们的心火热。我的主啊，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像坐在电脑前面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但他的心是为你火热的，他的心是为了要与你对齐的，因为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亲自来将我们的颂赞荣耀献给你。阿肋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你亲自来与我们相聚，谢谢主。
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羔羊你作王，从今世到永远。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。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羔羊你作王，从今世到永远。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所有的荣从今世到永远，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。荣耀归于你，是的主啊，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，将一颗颂赞你的心献上，从今世到永远。荣耀归于你，权柄归于你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愿颂赞永远不停息，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万民敬拜你作全，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荣耀荣耀主耶稣，所有的荣耀。
荣耀，荣耀主耶稣。是的，耶稣，你是荣耀的主。是的，耶稣，你是荣耀的主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何等的荣耀！但主，你又却如此的爱我们。你说，我们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。好吧，弟兄姐妹，我邀请你轻轻的坐下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的光照耀我们，照到我们的内里，照到我们的内室里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的荣耀的光发出一个最深的邀请，邀请我们进到内室与你相遇。是的，主啊，当外面的纷乱不断的来到的时候，你说在你的里面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保障，是你兴起四维的火城，四维的盾牌来保护我们。主，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一对一的与你相遇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全心全意全然爱你，你是那爱我的天父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你的恩惠，你的慈爱，一生一世追随着我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全心全意全然爱你，你是那爱我的天父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你的恩惠，你的慈爱，一生一世追随着我。让我心献上敬拜，献上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念，你是阿爸父，献上敬拜。上我最深的爱，天地都要过去，你爱不变，不曾放弃我，献上我心，献上敬拜。献上敬拜，献上我最深的爱，天地都要过去，你爱不变，不再
曾放弃我，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全心全意全然爱你，你是那爱我的天父，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你的恩惠，你的慈爱，生一世追随着我，我们一同站立来唱，献上我心，献上敬拜，献上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念，你是爱上敬拜，献上我最深的爱，天地都要过去，你爱不变，不曾放弃我，献上我心，是个主啊，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心，献上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念，你是阿爸父，献上敬拜，献上。
曾放弃我，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全心全意全然爱你，你是那爱我的天父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不单关乎我们自己，还有很多我们的家人朋友，还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人，甚至就是在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同事，或者是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学生。在这段时间，每一个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笼罩在恐惧当中。不止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，我们更要把这个信心带给我们周遭的人。神掌权在全地之上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次将我们的信心点燃，也将这份信心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，能够告诉我们每一个所爱的人，神的救恩必将临到，不分黑夜白昼，神的救恩必将临到。黑夜笼罩，似乎不见光，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，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你百姓在这里祈求。黑夜笼罩，似乎不见光，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，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你百姓在这里祈求。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你闭睁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的。极难之中，我们会转向你，你是主，承认你是主，求你转移不放你的烈怒，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仇敌就退去。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求你就退去。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
事使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你闭着眼看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的，你的心事是的主，你是信实的主，我们盼望你是我们在极难中的盼望，你的应许，你的应许必要成就，黑暗中曙光，你闭着眼看侧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的。好不好弟兄姐妹，不管是在我们会堂当中的弟兄姐妹，在电视前面，在转播前面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你来为你周遭的亲友来祷告，为你关心的人来祷告，甚至为你关心的国家来祷告，或许你的亲朋好友远在加拿大，在美国，在欧洲，在中国大陆，在菲律宾，在马来西亚，好不好这个时候不是只关乎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不要自己好起来而已，我们不要我们的神只保护我们，我们的神保护全地，我们的神能够来消灭仇敌，好吧，我们为你所爱的人，你所关心的人，在这个时候你所想到的每一位，我们来向他说，我们来向神说，主啊，我就提名为我爱的人祷告，哦主啊，每一个人在极难当中都需要你，每一个人在黑夜在白昼当中都要看见你，哦哈利路亚，是的主啊，在这个时候是你施行救恩的时候，哦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的家人朋友，帮助每一位你爱的百姓，在这个时候回转向你，我们认识你，知道神你是全地的救主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哦是的主啊，你的救恩借着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，让我们看见神你的救恩要快快的临到，要恢复全地，要回转每一个不信你的人的心，哈利路亚，极难之中我们回转向你。